熟客，正巧瞧一气定神闲的治疗出入院接诊，台上的演奏者，台下的观众，谁也看不出卑微的指挥棒攥在一个脏脏海滩的人手里。我不太喜欢演奏者或者是神人的带着一种同情的或者是担心的心情来接受的指挥，我希望他们完全接受。常有人问郑小英的养生秘诀是什么，他总哈哈大笑，说不出的解释也解释不来。冷饭出来就在这吃，剩饭就吃好几顿，因为每天抽出三四个小时只喝一口口水，剩下的还是现金，都给李艳月。93岁的郑小英又彻底演灭了。为了让他的观众听懂歌剧，今年1月，厦门市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现在才成立。杨一聪中唱，这是他现在最叫嚣的事儿了。中国人唱唱歌剧，他也希望你们懂啊。你也没尊重我，你根本不想让我懂。我看到他们给你唱唱，这么高，一天才几百万，还要天天，你没有认真受课的受教育，这是徒劳无益。所以我就觉得你别这样嚷嚷，应该在细细唱唱。中国人也有权益受到保护，应该心中要有我们自己中国的自信。